钱落去，我嘛无可能目睭紧紧看你挂落去。传统歌仔戏唱腔搭配时装舞台剧造型，郑明龙歌剧团的年轻演员诠释传统戏曲，改编经典文学，让歌仔戏演出多了现代感，希望吸引年轻观众的目光。我是演多情剑客阿飞，你演阿飞？你会不会搞错啦？因为我接到通知是我演阿飞。同样呈现戏曲新旧融合之美，博优作剧团不只在戏服上有冲突美感，就连戏文也用国台客语三声道演出，满足不同族群观众的看戏感受。连续举办第七届的青年戏曲艺术节，在台北戏窟大道城戏院热闹登场，希望透过年轻表演团体的创意巧思，发扬传统戏曲文化。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剧团歌仔戏赏中心，也会到学校去做一个推广，因为希望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来知道我们台湾至少我们这本土的歌仔戏掌东西或者京剧可以继续往前走往前推。新一节活动从二月延续到四月，将在大道城、台北偶戏馆和台北地下街举办一连串讲座和精彩表演。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查询演出时间，到现场感受颠覆视觉的戏曲魅力。记者邱世明采访报道。